Hello，搜狐时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我觉得就是兴奋吧，还有就是一场视觉盛宴。上次是走秀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也很兴奋。对，我觉得它的设计特点就是很有西西里的风格，然后呢，也非剪裁也是非常的出彩，很贴身。对。我觉得就是 T 恤吧，还有小白鞋，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品，因为Dolce 的小白鞋就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然后也很有色彩性，可以体现出很多的不一样。我觉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公益这个事情也是细水流长的，我也希望能够一直做下去。最尴尬、最搞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正经的人，所以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少。粉丝对我来讲的意义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力量吧。我觉得是歌手吧，因为在舞台上能够更好的释放自己，是能够去演绎出那首歌这样的情绪。那种睡觉以为生的职业，川菜的哪一个？其实我觉得川菜，我都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比较符合胃口嘛，因为从小长大就吃的这样的东西，重庆的一些地方小吃。北电对我来讲，它是我的学校嘛，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母校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北电也是我心中觉得是表演，对于表演是非常有艺术造诣的一个学校。那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这所学校，所以北电对我来讲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个学校。演员，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职业，然后呢，演员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对一些角色剧本的理解去，演绎出最佳的艺术作品带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些在电影里面的一些力量，或者对他们生活，可能或者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生活，对。